我们就涂这个手好不好？两个手都 OK 啊，这个呢我们就涂。好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它里面呢是有那个白白的一点一点的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涂在手背上。所以这个产品很好做 demo， 就马上呢就给人家看到分别在哪里。可以大家推掉它，然后呢它就马上融化了。哦，我相信那个呢就是其中的帮助美白的成分哦。哇，你看看得到吗？ 它这个手本来是很粗的，现在马上变幼细了，就是看起来很细腻的那个皮肤，然后你就一直往上擦，往上擦，你就过后呢，你就会看到那个皱纹、细纹，还有光泽度，还有呢就是整个皮肤也变成很细腻，然后你一点都不油腻，这个是最重点的，因为过去呢我们用很多的产品就是怕它是会油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好了，现在。 完全，如果还有一点，就是在手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子轻轻拍打 ，OK， 完全让它吸收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你两个手，好不好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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